大家好，梦幻圣诛仙最最睿智的锦鲤庄主又来了，这次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可爱又专业的小哲吧。哦，前面的这位仙友好像眼熟，这发型，这服装，这不正是本庄主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还在干什么呢。这精致的道具，梦幻的场景，无一不彰显本庄主的睿智。哇，老汉，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让我们来近距离看看吧。这是在拍一只飞行吧？你的老汉突然出现，同框了，同框了。本庄主的今日 vlog 到此结束，我们有缘再见。